韩国 GTBC 电视台音乐综艺节目《Sugarman》第二季确定将于明年1月14日播出。在第一季节目中，担任 MC 的国民 MC 刘在熙和知名音乐人柳熙烈将再次合作主持《Sugarman 2》录制照公开。刘在石、柳熙烈再合作，开心比威。《Sugarman》是一档寻找曾经风靡乐坛的歌手 Sugarman， 通过全新编曲再次演绎经典歌曲，唤起大家美好回忆的音乐综艺节目。第一季播出后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，让我们一起期待第二季的播出吧。